背啊。就你看嘛，本来应该是8月8号表演的嘛，然后遇到台风，所以变成人数跟那个队形就已经全部有变化啦。对啊，因为本来人数比较多，结果另外往后也就少了。那少了以后重新来过，所以又要多练这样子才能够整齐。那为什么想说有这个演出，肯定会增加这样活动呢？来，因为刚好这边有认识的客户啦，然后他们定期就是会举办一些活动啦，还有本来是原定预定8月8号的时候要做表演，啊，因为台风的顺延这样子，对，啊，也很高兴说我们大家同学一起共同参与，然后在这边办的这个有意义的那个活动这样子。所以像说，相对面说，这种表演的观众表演感觉跟在生活发展是不一样的。不太一样。更贴近人群。对对对对，嗯，谢谢。